上擂台。一点过一点安尼啉，大家照三顿啉，你唔得算啊。妈妈对你的好意吼，你一点来不能爽。乖，我接受人工受孕。你的感受你拢未爽啊？对你现在好，你都未甘心啦。我给他抽血啦，注射啦，我总怕外点啦。卫生局是真空，你知影无？我食歹人，我食到我腹肚胀，头晕目啊！你敢知影我规身躯安尼面拢肿甲安尼，肿几个月无？发烧发到规暝，你敢有关心我？我安尼我嘛艰苦啦。你敢有关心？你先讲，把你先听，你敢有关心？有关心无？我当然嘛关心。当然有关心，哪会讲无关心呢？你怎么关心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妈妈可能给你给你老婆的压力也太大。你做了什么关心？祖祖，我是男人啊，如果我可以受这个罪哈，可以吃药打针，可以生小孩，我愿意是我承担。那你有供出来吗？供出来是。又没有对安慰他。你有供出来吗？你有对你妈供出来吗？还是甲放在心肝来讲？对啊。你住起来，你感觉一切拢由我来承担着，但是结果你嘛无供出来。我你讲我真后哦，我开十几万哦，更加烦的是我大家拢走便宜啦。是。最后就是你我请假哦，请伤济哦，公司解雇啦。为什么生囡仔拢是找我人咧想看？你家叫我忍耐忍耐，爱叫伊陪我去病院，伊家你拢嫌烦啦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啦！我一个人做无啊心啦哈。妈妈哦，工课，啊，搁有你暗时啊，回来要搁操。病院你一定有事啦，你逐工你家己去就好，你敢问我家己安尼逐工安尼请假陪你去，牛到尾啊吼，啊连我嘛去用开除，何必要在安尼？咩啊？你有开除哦？还是要搁有工作？要工作啊！差一点嘛就对啦。我袂使像伊安尼，逐工去病院啊！病院家己去就好啊，即摆暗时倒来住宿，要我家己住。所以你讲啊，你讲你段时间去病院，段时间就是真艰苦，但你翁拢无真心来甲你照顾就对了。是啊。是。伊拢因老母用伊很毒的目睭安尼来甲我看，是。规工在咧求神拜佛，啊，带我去所有的庙安尼拜拜，干那要叫我去生囝，比进香团搁无用啦，逼我食这个香花符啊，我压力偌大，你知无？是你家己心内有鬼啦！妈，带你去庙里烧香吼，你会使当作去散心呢，啊？啊，你敢咪讲啊？我逐天爱陪你去装病院，装到安尼吼，两个人拢无头脑，无必要。哇，即马病院也要去，也为了要受孕。我那个求神拜佛也是为了求子，这都是正常的程序啦。合理之下，你走的路其实我都走过，只是说我可能没有长辈的压力，但是生小孩因为真的本来就是女生要做的事情多，打针吃药都是我们要承受的苦会比较多。对啦，先生其实除了捐那个精虫之外，他真的没什么用啊，说实在是这样，女人反而要自立自强，对啊，还要靠自己，因为抚养的这段时间最重要，对，接下来的苦痛还有小孩的生了生下来以后的带也是一个辛苦，对啊，你还怪我哟。我规工拢受，不是讲一定爱怪你，而是讲一定爱去承受它，因为你的包容爱较大嘛吼。那但你现在你可以把你的话说出来，让你老公知道说，其实婆婆的压力也很大。那你遇到的问题，老公其实要把话说出来，让你感觉到那种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啊，结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婆婆要怪我，我叫是住下，跟我脾气收歹了，没当生了，每一天都下面要怪我啦，我是做什么代志？怪你娘，来我配合。怪你娘！规工搞住死了。人我朋友大家拢死啊，就干那用死啊。做老母的人，拢嘛是讲要抱一个阿孙啊。我中医拢看遍了，就是生不出囡仔了，所以我接受医生的意见哦，做试管婴儿。你那试管婴儿做无成，转来吼，啊，就安尼吵吵闹闹，吵架闹架。他可能心情不好啊，心情很糟糕啦。骂你呢？啊，你家己要家家己吼，压力母家遐尔大。不是啊，伊心情无好，啊，你无甲伊安慰哦。有啊。而且没有成功，真的女生会很沮丧啊。对啊，那个时候如果家里人还说什么她命不好或者什么，那当然她会崩溃啊。这个要打破狼做学习的雄厚一堂课，对啦，对吧？你莫有哪里打针，还要开刀，还要麻醉，嗯，还要做阴道的超音波巡，那个这种很痛苦。对，我的开刀的时阵啊，你搁喊你老母找你相亲，你是不是找你老母去啊？什么啊？相亲是你不？你去相亲去搞白噪音啦！你还掉票？先生，你有去相亲吗？因为我都不对个精神，我当然要听老母的去。什么听？什么听？什么完全无嘛？就代完全听无意思。嘿，乱了乱了。你去相亲，你也无离婚啊？因为侬骗嘴，侬骗我啦。根本不是爱我，就是当作我是生囡仔机器尔啦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有婚姻关系的话，也不能相亲啊。那你还有夫妻制度啊？对啊。不然你不美，阿美。你就是听你老母的话了，过来跟我离婚啦。听伊妈妈的话讲，啊，这个查某囡仔，这个查某人就未生啊，咱规家离婚。哦。我带伊去相亲，你意思是安尼哦？是啦。你跟你老母拢共款，拢骗子啦。那你讲啊？你实在有够不好的呢。
老母对你很好啊，十三顿安尼订粿、订鸭、订粉条。你老母当时对我好，安尼安尼，你是为家己的孙啊。十三顿安尼用上好，我吃。为点嘛？什么？你抱一个孙娘娘，安尼要求敢有过分？所以，进前我跟你分手了吼，你安尼凡事去跟查甫人安尼学爸母。你学爸个？爱母个怎啊吼？安尼什么子宫外孕啊？什么病拢来啦？怪病拢。你讲我什么代志啊？你接过分的是你家己开查甫，你讲我。那你讲啊？你学爸个？你有看哦？对啊，你来讲。看你这摆就知啦。我安尼开几啊万安尼吼，去甲囡仔提掉。受过分啊你！哦，安尼母甲连母啊吼，安尼。什么开几啊十万甲囡仔提掉？你都子宫外孕。子宫外孕。子宫外孕。哎呀，去做甲子宫外孕，来较早唔知安那学爸母安尼吼，安尼不甲即马连怀孕。你讲袂讲啦？那是甲你的。哦，你袂说，跟我无关的。吞母啦。是你的关系。那是我头壳破掉，才会带你即款的吞母。哎，你的关系啊！那子宫外孕是你两个在结婚的期间当中呢？没有，而且子宫其实做试管婴儿啊，只有20%到25%的成功率。你打能怪我？阿弟无，你健康有够无？你怪别人，你怪怎个？你家己看啦。反正你家己无法度，你怪别人。伊就偏偏阿不爱生。我青春拢互你耽误啊！你搁无甲我爱惜？你搁阿对待我，你敢着？你害我无后啦！我上青春的时阵，我嫁乎你哦。你无甲我疼惜，你搁安尼对待我，你敢着？你算查某人？算什么查某人？你讲啊！我无有事，你敢无责任？我头壳歹去，才会拄着这款吞宝啦。卖讲两啊，就是恁两吼，卖讲两粒啦。你讲你超过啊！我一百来一千粒，伊就是孵不出来。你这种老母，你永远都无什么顺畅坡啦。那你那个子宫外孕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花的那个手续费有没有很高？20几万。开你这个一百。钱拢冇挖出来啊！没有，对啊，生的也是你的囝啊，你出钱那不奇怪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金钱上面，说这钱谁出谁出，反而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们的面对的态度。女生现在受不了，说妈妈逼着要小孩，可是她没有办法生，最后做了那种，结果还子宫外孕，对啊，还花了这么多的辛苦的一个钱以外，还要辛苦的一个。而且子宫外孕啊，危险的时候输卵管是要整个取掉的，所以她的受孕机会会比之前健康的身体会更降低。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。管小野这么恨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几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，对，他才会一直觉得会这样子，都是你们逼的。所以你现在能生吗？还能不能生了吗？我以后已经不能怀孕了，医生说我以后已经不能再生了。生下来生哈，都好一千粒、一百粒，伊嘛是同款啦，我那是吞无啦，无效啦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啊，伊咧当咧破病的时阵，啊，你甲恁母啊，佮到恁去相亲，这是有影无？不，这是有影无？有影啦，属实。啊，就是卫生家长平平常讲一定要生一个，我妈来看。你刚刚讲说你不在乎有没有孩子，那你现在又答应你妈妈跟着你妈妈去相亲，那你自己心里也很想要孩子啦。啊，未使讲有我啊，妈妈就不爱插你啊嘛。可是你说我说就前后矛盾呢。我去相亲，并无讲我大家介意，我大家拢无介意，所以我才会去转来找伊啊。而是你去相亲，我妈讲，搁再回倒转来啊。我看你去相亲时，大家试看卖一下。对啊。嗯。啊，无效，无效时是大不好。有影啦，啊，这妈妈要求啦。不过你袂当讲恁某这段时间当咧艰苦的时阵，你偷偷跟恁妈妈去相亲，啊，搁去用知影。对啊。无你要食物件，你嘛少出。你要偷偷来也就算了。对啊。你嘛卖遐紧张吼。所以你嘛袂讲安尼行到这个地步啦。所以讲，即马上重要是讲哦，好感情也无啊。恁妈妈带你去相亲啊，我也跟你离婚啊。那最后一颗的受精卵，就是刚刚那个。即马伊把我受精卵摕去，伊歹害我。本来是咧上家。这是我放的病院吼，你放的病院，病房是啊，钱拢我付的。嘿，啊！伊甲我讲，伊这边要救因老母的性命，讲爱什么什么干细胞移植，我知影伊甲我骗。啊！伊就去病院，因为当初是留这个受精卵是阮两个阿公阿母的名，所以伊嘛会当去摕。啊！伊即摆甲我摕走，伊歹恨我，这是我的性命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啦！你只讲我死啦！你恨我啦！你只讲我死啦！啊！结果吼，安尼斤斤计较啦。即马是妈妈吼，已经别迄种无这粒物件袂使，我较苦苦来求你呢。他已经不能生，你留这个受精卵放在你的就没有子宫受，也不可能怀孕，那你要干嘛？好，因为你已经不能生啦，你想找一个代理孕母不行了，所以他现在找一个代理孕母出现了。是的，他工作这么多，台湾不合法，台湾不合法，就是要钱不合法。对啊，你找一个代理孕母哈，未必体质哈，嘛不一定会成功啊哈。啊，刚才讲哦，你找代理孕母啊，不一定合法呢。今仔妈咧破病，伊较紧急，你这两两钱啊，无爱互伊用，要家己体，要搁咧生生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这是我人生的希望。啊，你过了无生啊？你即摆搁想要生？谁讲无爱？结果你上爱？
可是关系当初是你歪滴的啊，当初是你歪滴的，我给你接受了。当初你是不是讲你歪滴啦？啊，等于离婚啊！我搁离了，你今日创啥啦？对啊，你即摆提出你妈提啥？即摆是因为妈妈已经破病，啊，这个受尊老人，我也有贡献，对不对？我也有权利要，对不对？今天事关紧急啊，这个生孩子不重要，救人命要紧。我唔相信你老母有病啦，你搞骗的啦！哦，是相公诶，等下我叫伊来哦，你看。我唔相信啦！我今仔来这无得，我是。头到尾都是你搞骗。拜托你救我妈妈的命。哦。我到底唔相信啦，定我无可能给你啦。信仰重要啊！这你那剩下呢？关小姐，你还有机会。等下，等下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因为如果说是要救这个妈妈的身体，用她的这个受精卵的干细胞，我觉得可以说服我。而且你说虽然想用代理孕母，问题是你也要有这个人愿意帮你怀这个你跟你前夫的小孩，要人家女生愿意，不管我们撇开说现在台湾合不合法，所以说要有人啊。这个人有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朋友，伊讲要做我的代理孕母啦，伊嘛答应我啊。哦，所以无怪要竞争到安尼。对啊，我生气的就是吼，你讲你要等，结果你利用离婚无半年，你就去找别人结婚，你足过分的哦、喔！而且还佫减你二十岁，还不要脸，好恶心哦、喔！你无讲无打哦，你放屁啦你！什么阿伯啊？你离婚了，你就佫娶一个某了对吧？对啊，这个减你二十岁哦，十二岁尔啦，12岁哦。我不相信你老母有病啦！我不相信你老母有病啦！你搞骗的啦！为什么要不相信？我不相信。医生讲的话，敢会白相信？我敢有比了编你的编？我就是不相信。做这个业，你一直从头到尾在骗我。我跟你拜托好不好？我跟你跪啦！你这条一定要留啊！拜托好不好？你老母好了，我不会相信你啦。阿妈，你想到我还相信我妈妈呢哦，所以妈妈准备要出场。妈妈，请出来。白血病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妈妈白血病哦，好，妈妈叫做。串唇机，好，妈妈去串唇机来，串唇机来。啊！我来加排名。啊！我要睡你，睡你，睡你，睡你。哦，人到三江不？我来加排名。你搞的！你搞的！你怎么冲下？老大人，你这屁大，你这臭蟹啦！棒棒棒，你棒就好。你别臭蟹，你别臭蟹。你别臭蟹啊！阿廖骗你不？阿廖骗你不？你安定太快。我讲，你安定太快。你告诉来救他们嘛。阿雄啊，你凭良心讲，你今日几工啊？几日这么快？我想要讲哦，我嘛想要抱一个孙，我嘛想我自己来过去啊。等你家救啦，我唔相信啦。既然你讲话，这你有伊就有机会人啊好啊。我无可能相信恁的话啦，恁母啊叫你讲款啦。我真是要死的人，讲袂骗你。你哪一点还要收啦？我一点电话，你来我头前走。你当作我是啥？你家己吞无啦。
你家己袂洗，我倒洗，啊，唔着用试管，啊，试管你嘛调袂调，嘛是你的命，你都无迄个命，要一囝。所以妈妈，你为头阿伯来讲，才刚叫我食药，害我变安尼啦。食药了，不要你，就是要让你生囝嘛，嘛是希望安尼。所以你为头阿伯。你搞 OK 啦，我唔相信。哎呦，你搞 OK 啦，你搞 OK， 你搞 OK 啦，我唔相信。哎呀，解放开无？你搞 OK， 我来啦。我袂食啊，伊食到就食到有影，啥物人佫愿意坐这轮椅的？小龙，所以我爸人无坐讲好好人要坐轮椅，所以你即摆意思，伊咪甲你误会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好好人都要坐轮椅要从啥？当然我拢唔相信啦，伊拄仔起来颤动起来要甲我骗，伊阿想要提我个囡仔尔啦。妈妈，咱敢无讲为了讲无破病，咱要加破病？对啊，啥物人愿意？对啊，所以咱人是想快乐老的老年，快乐日子上会当行来佚佗。反正我都无可能好恁就对啊啦，囡仔就是我的啦。不管你好啦，你讲啥拢无好啦。你咧创啥啦？哎呦，你咧创啥啦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哇！这我都接了我，我都接了我。不行啊！啊，不行不行啊！这要重新换一个针头、啊。重新换一个。哎，妈妈，你的身体要紧呗。妈妈，你不能做出这种。医疗机会娘娘啦。对啊，吼，有单代志，代志我们讲的，我们讲的，你有我知道你做小心的。我靠你啦！你今仔是我的啦。你能是你的？是啊，是我的啦。我的朋友要替我生，这你免烦恼。替你生。我就怕病，你讲我就怕你，你是要赚钱，就再欠这个钱，要饲囡仔，知不？我过家嘛有分啦，我未开你过家半仙钱啦，这囡仔不要恁啦，囡仔是我的啦。我甲你跪啦，我做个甲你甲你跪啦。你搞鬼嘛不好啦，我无可能同意啦。你跪啦！哎呦，小心啦，小心啦！不要这样子，囡仔不要你啦，你搞鬼嘛不好啦。不好啦，咱免求伊。我就是爱好你啦。我就是爱好你来啦！哎呦，妈妈扶起，这是我的囡仔。妈妈扶起，扶起，扶起。起来，起来。唔通啊你，唔通啊你。你个球嘛不好啦，这个人吼，铁石心肠啦，不好啦。所以讲，我较早吼，你就可以讲讲对你啊好，你身体无好。你当时对我好。我想办法填补给你吃，后日要开要创啥的。你带人家去相亲，你当时对我好。你叫人家去带别人。离婚了哦，唔再去相亲啊！你都离婚了哦。啊！阮过家嘛是想要离婚，就你两个先动啊啦！讲我袂生，今日跟我离婚啦！你敢知我想偌济苦？你想偌济苦？你做了大囝，你敢对呀？所以讲，你感觉讲，我今日一个变来，拢是伊害的，伊害我的啦！好啦，你莫怨人家安尼啦，无你当初想讲，伊搁去找传人家去结婚，去相亲的时阵，其实应该是离婚的时阵啦。哎，妈妈，伊讲，啊，这不能你离婚啦！你是说很快啦？过年哦。我惊是讲，我过嫁嘛是一个尔，啊嘛，佫是讲娶是毋是？我都讲说，讲都替阮过嫁，佫生一个。是。哦。所以讲，你当初是离婚啊，当然咱嘛佫替咱囝想一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啊你离婚，你就离婚煞，阮囝嘛是还佫生囝啊。是啊。你足想要抱孙，是不是？是啊是啊。害我无资格，安尼你安尼对无？啊，我的囡仔死啊，都无重要许。啊，你囡仔是阮两个，拢是你造成的，你知影无？不是我造成，是你试管，是你子宫本身就无好。我袂使拢是你害的啦！你本身你囝今仔日对我安尼，嘛是拢你害的啦！你本身你有啥物甲欠着嘛？对哇，啊你无命，你安尼对我甘着？你安尼对我甘着？你咧做啥？你咧做啥啦？你是安尼对待我？你是安尼袂对待？好啊，好无？好啊，好无？愈来愈过分啊！你老大人，你对伊安尼够有良心？你起码今天你来控诉，你让他。让你的以前的前夫啊，甲咱婆婆了解讲，对，以前一切你拢怪伊无要紧，但是我都解决问题无。咱即马你所有诉求啥物，你就是要这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受精卵我买好伊。受精卵，我都花这钱，妈妈，受精卵我都好伊无，好伊去生囝，会使未？未使。反正你爸妈都过年啊啦。未使。你都骗我啦。因为你在等孕母来讲，生下来你囡仔抱走，我计甲同款去无？囡仔是我的啦，本来就是我的啦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无可能答应将囡仔给恁啦。囡仔未生吼，会使去领养，老母敢若一个尔尔啦，我拜托你好无？我甲你跪好无？我无可能答应啦。
你哪会这么残忍的？我安尼讲规部句，你安尼也是听袂入去。我就是歹答应啦，无可能啦。我甲你跪好无？我甲你跪，我甲你拜托。你跪到死都无路用，我都袂答应啦，我永远都袂答应啦。好讲话，多听啊！你放聪明一点啦，我跟你讲。再旁边一点啦。你是我老婆呢？什么东西呀？往外啊！你到底要帮他生小孩，还是要帮他治病？我要生小孩。那我们就一刀两断，离婚。我跟你又不是夫妻，离什么婚啊？